不会来找我了吧？先打蛤蟆，打蛤蟆先回点血。你别吧，我在上路啊，哥们儿，我在下路啊。原来我竟然想踢进去，原来有那么一点想踢进去。刮一波。我操！这波魔眼 Q 调整角度没有 Q 到，有点尴尬。还好闪出事了。一个小的13块呢，坏了，万豪死了，应该死了。他这波也没吃到塔皮，直接走就好了的。刚那个蜘蛛从眼上往上走的，他这波还要贪。你看他 A 了半天，那个塔皮他没吃到。5分钟之前是有那个什么的，保护他的。白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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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给。没六级，你在笑什么？我靠！你这回头蹭我塔皮，这么恶心吗？
这机器人好贱啊！这回头 A 了，这回头细节蹭了一手。这个眼好讨厌。这把等级这么低吗？这刀没人呢，这刀没。不悬快不快？我没大 W 呀。我操。这万豪先出黑切干嘛？哎，我蓝被谁吃了？我操，这么恶心的吗？为什么吃我蓝啊？的？傻子。吃完兵线走。
我本来不想抓希尔路德的，这对面这样子吃我蓝，我真的很不爽。知道为什么敢一打二吗？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主播敢一打二？他露露给他了个变羊啊，上波打架他发虚弱方了，这个没大招，随便一打二，嗯，好吧。他第一个变羊给队友加速了。这把其实水银鞋是最好的，对面空置其实挺恶心的。好恶心啊，这都没打到。他没大到就算了，他没大到的第一时间还要把我卖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最恶心的。他这波第一时间没有大到，他还想卖我，太恶心了。他这波没大到上来打点伤害也是可以杀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第一时间不玩呢？这队友什么配合呀？这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大呢？这刀妹往这边走，他直接大招啊！有点恶心 ，W 被诺手一打断了。有点烦啊，这不 W 被打断了，我靠！哎呀，好恶心啊 ，W 被打断了，我靠，李奶奶！
他们下路没人啊，发育一波。这把先中黑切吧。这刀妹不会以为我怕她吧？杀你不如探囊取物一般。探囊取物啊，这不，CD gold 呢 ？CD gold 的话就随便杀了，还得是黑切，黑切这种军事局伤害高点。碾压局的话，做死亡之舞好。我的招式快如闪电。我儿怎么没儿出来、啊？算了，队友来了应该。打是能打过的，但是感觉他队友应该要来了。我现在没有眼，很难操作呀。哎，这样子开，胆子太大了吧！我他妈吃了个蛮大，我操！
不该这个样子开的呀，说实话。啊，进去没有人能跟啊。啊，这也能？我操，闪现！别怕呀，这不随便打的吗？对面都没技能啊！啊什么？太怂了，这不是死亡之舞啊！刚才第一时间应该 Q 过去，被他变羊了，第一个 Q 没了，我操！这龙还没刷新呢，来视野别给啊。不好，这蜘蛛凭什么？这蜘蛛疯了吧？凭什么？我靠！怎么一直在空中啊？哇，这波打大龙啊，这队友真的搞啊！这两个人还在这个位置，我真服了，差点出问题。
差点出大事。机器人真的是女孩子的噩梦啊。这机器人真的是女孩子的噩梦啊，机器人。他死了，没事。我靠，蓄意红拳，机器人接的有点慢啊。这一个蓄意红拳，我操，感觉钩子英雄都是女孩子的噩梦啊，泰坦啊，锤石啊，机器人啊，这些。